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万一有一天，我是万一。啊，这里就是我们的驻车地，白山市中医院。可能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。你看，昨天晚上趁停车场车少了以后，我就把七哥的车开过来了。这样的话，两台车在一起，就方便很多。原本早上想送那个早餐上去，昨天还跟七哥讲，七哥说吃包子，但是七哥打电话来讲，现在那个住院部是不让送餐进去的，医院里边有专门的食堂给他们一日三餐给他们送进去，所以我也进不去了。还有吗？吃的？有。嗯，都包子是吧？包子吗？啊。包子9.9元，还有加9.9元，还有什么？都是热的吗？啊。还热吗？热。啊。随便温一下。喝口热的，很暖和。给阿彪买的鞋到了，小阿彪，来换鞋。这不是吃的，这是你的鞋。不是吃，来试一下。有点小哦，看上去。嘿嘿嘿，穿不进去。嘿嘿嘿，阿彪，你脚怎么这么大？啊？嘿嘿，不行。我给他下单的时候是按照他的身长体重下单的，但是小阿彪这爪子太大了，脚太大，穿不进去。哎呦，退货吧，退货。小阿彪啊，这么大个脚。刚刚去车里，小花都吐了，然后带他下来遛他的时候也拉肚子。我问七哥，七哥说要去给他买点那个土霉素片，去前面药店看看有没有。九一下有那个土霉素片有吗？土霉素？嗯。啊，没有。嗯。嗯，暂时不要卖这个。不让卖是吧？嗯，不要卖。嗯。是拉肚子吗？对对对。拉肚子吃点别的不可以吗？因为我朋友让我买的。他那个啊。还有就是抗生素的一种，多吃点不好吗？啊，嗯，我宣传自己比较稍微好一些，抗压拉肚子。那我再看一下，谢谢啊。聚醇200，德五十。康达你好，你们这有那个土霉素片吗？没有。不让卖现在。现在不让卖。那个小狗拉肚子吃什么药？吃个这样一个，吃黄连素呗。啊？吃黄连素。黄连素。嗯，也是治拉肚子，也是药片，胶囊的不是方便，正常这个也好用。这是胶囊。那是片。这是片。这个是胶囊，正常吃这个也好使。快来，小花。小花，快过来，来，吃饭。快，不吃了。你过来呀。
要不给他拌到狗粮里吧。狗粮，一会儿再来看，吃狗粮的时候会不会把它吃掉？七哥的腰伤也好了差不多了，这会儿都已经回到车里了。哎呀，小阿彪，你不急。温水，等一下啊，稍微凉一凉就喝啊。还有一个鸡蛋，拿去给小花。哎，没开灯啊？搞的那个灯啊，给小花的。小花吃鸡蛋？咦，这里边有点看不清楚了，你看。这个灯。喂，哇。嗯，麻布盖着。嗯。麻布盖着。麻布里面冻。来看哦，塞在这儿。这个罐应该是闷烧啊。哇，都冻硬了这个抹布。哎呀，阿彪的快乐餐桌要开餐了。哎呦，自己就。小彪，你今天还没听到口令啊？你就擅自做主就喝了。